ビール。好，哎，但他旁边写什么？瑞兽啊，瑞兽。OK， 好，我们下面一个位置，谢谢，下面一个位置，来这里。好，你再往前面一点，谢谢。哇哇，这一组。很有 style 呢，在这个美式里面可以看出他有自己的风格。嗯，这个是我是不认识啦，但是是蛮有风格的。就他在美式里面去增加了一些他自己个人的线条在里面。好，来下一个位置，谢谢。来这里。好，美女，这个，哇，你刺布丁在你的腿上哎。还是粉红色的，还是太赞了！哎，再吹一次。好，他是一个护士。哎，你本身是护士吗？不是。好，好。哎，是这个口罩蛮符合现在这个时局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好，下面一个位置，谢谢。下面一个位置，谢谢。好，现场组，现场组的报道情况如何？好，现场组赶快来报哦！下面一个位置，谢谢。来这边有请。哎呦，我的手机又响了。来，现在四十四分了，请问一下我们报道还有几个人没来？我直接叫他们名字，全来了。好，还在报道当中，好不好？来，大家赶快来报，大家赶快来报。好，下面一个位置，谢谢。赶快来报道，现在报道的这个现场组报道正在进行当中。你转过来，你自己介绍啊。这一幅作品虽然不是比赛作品，但引起我们这个评审老师的兴趣，而且他知道这个在干嘛的。好，你解释给大家听，他是谁？来，亚历山大武士，他是一个教皇，可是他会虐待儿童、恋童癖这样子，所以他被后人画成一个恶魔这样。啊，你本身对儿童小小兴趣。好，请到那边离我远一点。好，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他怎么趁机碰了我的手？感受到比 Larry 来更多的一点危险，害怕，害怕。好，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哎，你为什么把它刺在身上？师父决定的。看来你就是比较像儿童的感觉，然后就是其实他是受害者。好，下面一个位置来。其实就是恶魔啦，恶魔这个元素其实在这个我们的刺青上，尤其是这个欧美的 style 上面运用蛮多的，但大部分都是撒旦。他可能这个刺青是觉得大家都同个主题，可能比较跟大家一样啊，所以就找了一个大家比较不太熟。你看像我们这个刺青老师林子老师都有兴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下面一个位置，那你就直接入列。好，来，女生帮我最后一个位置拍个照，成功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好，把你们的比赛的图案面向观众，比赛的图案面向观众。好，女生帮我入列，谢谢。然后我们有请我们的
评审老师，请出发，一人三张票。好，那我们要有请我们的评现场的美式传统。看一下，等一下再给我一次机会。美式传统刺青，没有大图小图啦，我们这美式就一个而已。好，再一次哦，重录录影的重录哦，来，好。2021第一届刺客方舟纹身博览会最佳美式传统刺青第三名季军得奖的是 Dragon Tattoo 杨瑞，杨瑞师傅，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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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请我们的 Zoe 帮我们传递啊，递奖牌，递奖牌。好，我们请我们的徐哲浩师傅帮我们来颁发这个奖牌。这一位冠军要来了，好，2021第一届刺客方舟纹身博览会最佳美式传统刺青第一名冠军得奖的是玉墨纹身赵凯，玉墨纹身赵凯，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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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哥，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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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掌声给他，大声掌声鼓噪起来，没想到。好，我们请我们的 Zoe， 那我们就是由我们的 Larry 来帮我们颁发这个奖牌，记得不要再有什么草莓的部分出现。好，大红草莓，掌声鼓励尖叫，没想到来自台中的玉墨纹身，来触碰地板，准备踏上去，来来碎，好，我们要再次有请我们刚刚有讲到现场组的这个评审，好，来到舞台这边，好，
勇哥啊，加无限 HP 频道会员开始招募啦、啊！只要60元就可以当一般会员，每天爽看会员专属的黄标影片；750元就可以当股东，可以邀请摄影师拍你想看的，签唱会、记者会、4K 线上直播等。股东还能看特殊神秘的影片，不要犹豫，赶快来加入！